他是要按哪一个钮才会做什么事情。来，我们试着读看第十九行这边，帮我读下来，他在写什么？用英文读。来，大家来，三二一 ，if he was press l projectile equals object u object projectile。然后这好，第二行他的，来，我们先停一下，就第一行他说，如果按了 L 键，那第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发射子弹。好，发射子弹，好、啊。可是你如果下面没有写这两行的话，子弹就停在这边。好，就刚刚是有人发射的东西，就一个飞弹卡在屏幕上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你没有跟他讲说他要怎么动。那好，我们再来看，下面第三、第四行来跟老师举一点 ，projectile x 等于什么 ？projectile x 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你们觉得他这边讲的 self 是指什么？自己是指什么 ？player 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现在站在 player 的路边，所以他讲的 self 就是指自己。好，那你如果去player 2的话，里面讲的 self 是指谁 ？Very good, very good。所以他就说，哎 ，projectile 的 x 是什么？它的 x 坐标是等于谁的坐标？自己的 x 坐标。所以变成说，你飞机飞到哪里，它就从飞机的哪里